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上篇心灵净土圣境一心灵净土圣境一问同修分享关于心灵净土。2018年10月21日，我在观音堂拜佛念经时，见到佛台后方整个山水画栩栩如生，山水好像整个显现在我前方，整个人感觉轻飘飘的。心灵净土世界，从高空望下去，这个世界群山环绕，宫殿楼阁林立在其中，建筑风格有点像明朝的设计，古色古香，中间也穿插现代设计的建筑楼宇，有点像现在的大学城，全部建筑物都会发出金光闪闪，七彩颜色，有点像以前我在视频上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圣境，但是又不像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广场，地上和栏杆全是白玉所铺成，空地上树立一幢很大的圆形楼阁，楼阁的屋顶边上有铃铛点缀在其中，随风飘动就会发出阵阵悦耳音声，仔细一听是一阵阵的念佛声传来，不久又换成师父的法音，就这样念佛声和师父的法音声交替传来，有菩萨随着念佛声时而轻声诵经，时而念诵师父的佛言佛语，整个环境空气都清净无比，心灵境界都是处于空无中，世间种种烦恼皆不得扰，这里就是心灵净土，将来修成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众人都会皆往此处念佛诵经听法。在空中看时，净土实在很大，有菩萨往空地不远的池边走去，里面已经有几十朵莲花盛开了，有些已经大如车轮，这些都是在人间修得很精进勤做功德的菩萨，虽然在人间还未入涅槃，天上的莲花已经大如车轮，有些莲花已经盛开，有些莲花还是含苞待放，颜色各异，靠近一些有阵阵的莲花香味传来，好闻极了，非人间任何语言能形容。菩萨们在空地时而念佛，时而观看极乐净土的景象，只要菩萨一闪神不能专心念佛，空中就有音声响起，菩萨们就会入定低头诵经，阁楼里有菩萨在给童子讲法，童子双手合十礼拜菩萨，净土世界每天都会有曼陀罗花洒落，空气中满是清香，菩萨们就在阵阵清香里念佛诵经听法。在这里所有菩萨都具足神通，足下生莲，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答，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思维和菩萨走路一样，想到哪里脑子就到哪里，这个地方就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都差不多，撒曼陀罗花诵经，一个人以后到了天上没有烦恼了，天天修心养性，念念经磕磕头，到处走走，就是踩着莲花走的，你们梦里去哪里也是直接能去的。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65 2018年11月17日。